尊敬的战友们好，这几天大家都很刺激吧？啊，过去的两三天没有直播，啊，明天也没有直播，一直到星期六啊，上午9点纽约时间正常直播。我相信大家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，属于中国人的民主、法治、自由的时代即将到来，谁也挡不住。西藏、台湾、香港、新疆的同胞们。你们将迎来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，我希望这里所有的战友们保持着战斗，不放弃，不抛弃，不失望。我们非常幸运的，我们遇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，而且我们即将迎来伟大的时刻，我们将创造一个人类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人类文明事件。谢谢，亲爱的战友们。一切星期六直播见。